现在真的都不需要靠拐杖了呢？是不要拐杖啊。那你每天就是早上吗？早上走一遍，稍微走一下。啊，傍晚嘞？傍晚也稍微走一下。最高135。135，这样有维持多久时间？135很短暂的。128大概有两三年了。两三年了。哦，所以很辛苦。怎么个辛苦法？这个背个大肚子哦，这个负荷不堪。是啊，曾经我申请啊要到乌克兰去做干细胞治疗，因为当我这个整个脚因为糖尿整个黑掉，那脚趾头完全没有血液通，不能动的时候，我知道这很危险啊，那我面临的可能洗肾，那更严重的可能截肢的危险。那干细胞在乌克兰有28年的临床经验，啊，那当年乌克兰是苏联时代啊，那所有的高端武器研发什么东西啊，啊，包括米格机啊、飞弹啊这些航空母舰、潜水艇都是他那边，所以他具备了高科技的水平。那目前体重有多少？现在大概这几天没量，是之前量101。所以减了20几公斤，大概7个月吧。七个月减到了，如果你现在方便就这样坐着帮我们示范吗？包括脚，是这个脚伸直，是啊，这等于压这个拉筋一样嘛，是啊，是这个脚可以做这样，在床上就可以做，然后可以翻滚啊，那还有脚抬起来，是下去。是，这手也跟着动。是。